粉丝福利，赢取演唱会门票。师傅来，我们会跟你比赛折纸飞机，一个 color， 每个 color， 然后看谁纸飞机飞得比较远。如果我们赢，你就要送票给粉丝；如果你赢，这样就没有了。为什么要折纸飞机？因为这个演唱会的名字叫大飞机，很有主题性，这样。OK 啊，这为什么你是红色，我是蓝色，我要红色？给你，红色比较凶，感觉飞比较远，所以你们赢，我要送两张票，给击败 team 的粉丝，然后去看台北的大飞机演唱会。折飞机，你们这种干碰小孩子很厉害的，你跟我们折。我们有现代化方法。看卢克斯玩得很复杂哎。他一定是上网查的，他们这种城市小孩子，城市小孩子怎么可能会折纸？他一定是上网查的。2000 years later，果然是上网查的，你看折这么久。OK， 我们一定要帮粉丝赢到这个福利。这是特别的战斗机耶。我是忘记以前有几个绝招的，有几种，一些是飘的，有些是转圈的，有几种不同的折法。你知道那个有个洞，这是给他缝黑过啊。跟飞机那个一样。可是这个好像是错的，我忘记了，太久没有折了，那就试试看了。反正比赛就是很残酷的嘛。OK， 我们一定可以赢的，我们等啊。啊，来啊。哎，可以耶。是很厉害的。来。像没准备大飞机演唱会冲啊耶好像很厉害这样耶什么用什么鬼该讲几厉害你还自己会一二三快没有这样的三战二胜再还有一次还有一次准备哎，没有，有，演唱会票，演唱会票，小巨蛋，两张，好不好？小巨蛋，大飞机。要得到我们的票呢，很简单，你们只要在这个 video 上面留言啊，说为什么你要去看黄明志那个小巨蛋大飞机演唱会，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我们会随机抽选一个人，然后呢，过后我们会 contact 你。耶。小巨蛋。